这个就是前几天我们看的视频吗？狐狸已经用这一套在国服的中四局偷了好几百分。你让你偷的是谁的分数吗？你他妈的，这都能赢我！好多精英啊，三个精英啊，怎么打？点这种歌的人是应该四五十岁了吧，对不对？感觉有一定的年纪哦。三应该是最好的。给谁啊？给李欣还是给刘娜？感觉给李欣吧，李欣三费卡。算了，给刘娜吧。李欣也是有点像个斜卡，很容易暴毙。等等，再抓个塔里克双守卫，我的守卫没那么容易死。啊，又是打连败，这些人装备就不用上了。给老李一根魔棒，烂魔棒。其实我刚刚一开始想要选那个土豪骰子的，因为我有一个豹女在手上，我选那个土豪骰子，我就可以直接骰三星豹女。可是我不敢。我不敢，赢了卖这两只，赚了直接 pre-level 一下吧，绝绝不养了。哇，打这一家直接死，两星赛特，两星猪妹，两星坦肯奇，哇你妈呢？五等有飞机，哇他们强强相对，哇我这波也要输了，我一直有点被拉了，靠杯。妈的了，被套路了。无尽法爆李欣啊，不想玩了，不想玩李欣，先合个饮血剑。没有，他是意外之财，他在二杠二直接拉五等，然后二杠三两趴嫖出来的。哇，我也有索纳哎，这索纳有没有机会上场啊？好像也没有啊。为什么不来一只赛粉给我呢？来个赛分给我，不就大家都开心吗？法爆灌上去，那我问你啊，你这边法爆给了李欣，你后面要给谁？我们又不是要玩李欣的，对不对？哇，我打上面这三家都打不过，我这把注定要一胜一败。哦，这一家算是三家里面比较弱的那一家了，而且我李欣如果揣得好的话。两家赌豹女啊，嗯，嗯，咋回事啊？这个进牌，哇，坚决投资者好想玩哦。不想玩三三二，
玩。我要跟大家证明，我不是一个只会玩三三二二的人。哇，再选这个怎么样？我感觉很帅。我选二吧，二的弹性比较多。其实我们不缺三的装备，因为等等他还会再给我一件。我这边二的话，等等转正会比较弹性一点点。我真的聪明啊，华。阿华，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阿华，你好棒哦，华哥！哎，随便给了。不知道，不如选三了，太多二神器了。选二，选二一定是最好的。这边你们可以去截图问黑大大。就你们问他，哎、欸，国华在第一个海克斯选的那个彩色的那个打铁，那第二个还要再选吗？他一定会跟你说，我认为这边选回收再利用是比较弹性一点点的，让你的阵容等等转正会比较方便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装备就可以随便合啊，等等就打工，没问题的。阿华选的好，阿华选的巨好了。他说三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我不信。五分钟后的主播装备好多，好乱，怎么可能呢？剑拔啦，又在搞这些。条大金龙，上七吧，先上七再低吧。这牌进的不是特别顺，再扛一波吧，四杠一打完野怪上七，然后大低一波，看看有没有一些基础牌可以出来，没有的话就点了。能打死一只，我都觉得非常的赚。那要是能打死第二只，我会觉得赚上加赚。要是能打死第三只，我会形容为大旗之日。有机会吗？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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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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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干，打剩一只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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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干，好东西。让他去死！咬我，咬我！搞会不会打输野怪关呢？哈哈，我会不会打输野怪关呢？很可怕、欸，装备很完美啊！没半张能用的吗？
这三星暴女怎么跟鬼一样啊？双胞胎超大型靠山，我的妈呀，这什么怪阵容啊？一行不行啊？200生命三魔力，还是刷一下，这个要滚，低一下吧。铲子，我缺伤害，缺伤害，缺伤害。其实可以上八了，老实说，我两星金龙在四阶段如果都顶不住的话，哇，这个也是七等两星那个龙哦。不过他应该没伤害，他没装备。我想帮他拿一件那个石像鬼盘甲。塔龙滚吧，上巴上露露啊，秘术我进了很顶哦，别紧张啊各位。哇，牙膏铲子好香，跟我没关系。拿前排装备吧。其实你们不要看我现在第七名哦，你们看右手边，第一名才54滴，他只是高我20滴血。炮粮不用，没东西可以换呢、啊，你要炮粮干嘛？炮粮是你们爹是吧？整天喊炮粮炮粮。没东西可以走啊，这个有喜性啊，有我重炮兵肯定是用这一只啊，我也不用养绝啊，我这边只要嫖一只库奇然后捏两星就行了。炮娘是女的，男的吧，崔斯坦娜。你看我打这些不是随便打吗？你们紧张什么？我玩这个金龙飞机可是有经验哦。回想一下昨天玩这个飞机掉了多少分，了如指掌啊各位。我打这一架不会赢啊，他熊怪有点 counter 我。靠背啊。啊，他这个福利熊，嗯，他差三张，直径法医，这个不要，直径法医火甲，星火，哦，这个可以，全是坦装，很棒，有没有飞机啊？捏了捏了捏了，直接存钱了，还是第一下，最后一下没出就算了，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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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存钱上九了，装备怎么合？我想想，哎，其实也不用烦，就直接全部合成就行了，给前排坦，反正我后排不缺那个，双坦在手，然后这个屌造一波，巴德给造，就这样，然后挂机滑水上九。别撞我，拜托兄弟撞左边，别撞我飞机，不要不要。Where are you? You're five
花轮晚安呀 GEAR6969 晚安呀。哇，这首，哇，这首也太久了吧！干，这首太……我记得这首歌是小学时候已经有了，超他妈久了。太，这个钻石之手太强了，所以我这把为什么不玩三三二二？啊？大小了啦，干这么灵性哦！哇！这暴力也太灵性了吧，怎么可能直接啃我的飞机啊，是超夸张的呢。啊，干锁让我低调，靠飞呀、啊。子弟不刷。完了，又要被熊怪康克了，各位。哎、欸，不过好像还好，还好。哇，不对，他冰鸟好像会打我全部。这个就是前几天我们看的视频吗？在宗师局偷了好几百分，狐狸已经用这一套在国服的宗师局偷了好几百分。你让你偷的是谁的分数吗？你他妈的，这都能赢我！干我两星锁让我赢了是不是？靠杯啊！哎呦，究极大伏笔啊！终极大傻瓜！这个罩可以吗，师傅？把他暴力给杀了，我们就赢了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OK， 不用第五名，有分数加喽。呼呼！哈哈，我没东西能装了呀，这是给谁呀？早安儿子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现在才来？因为我去看了 K 宝宝六个多小时，我发现我不能再爱你跟 ET 了，我已经深深爱上 K 宝宝了。你变了，你变心了，你已经不是我的那个爹了。不能给艾达斯了，因为艾达斯带那个钻石之手的效益一定比那个高，比拿两件那个振奋的那个效益还要高。再见啊，绿茶，生前也是个体面人哟，死在兄弟手上，开心吧？哇，我打这一家有没有胜率啊？双胞胎，超大型靠山，团结力量大，干得好猛哦！他的暴力没水银头带，所以我能靠情侣跟巴德去 CC 他，这是我们比较优势的一个地方。OK OK OK， 分身也打赢了。OK OK， 你怎么跟我打，兄弟？最后一波了。应该是赢了，他的派皮被我们斩了。谁说库奇不行的？我 LMS， 我2016年 LMS 吸能王就是用这个库奇大杀四方。你们谁说库奇不行？就是说我林国华不行。黄金飞机，金龙飞机一，干股脑人不是啊？2016年也不是好几年，也不是多久啦，就两三年前嘛，对不对？也没很久吧。
就两三年前的事情，你们讲的好像多久以前，好像讲到十年前一样。你们一直不承认林国华的优秀，没意思哟。哇，400分啊！哈哈哈哈！呜呼！呜呜呜呜呜呜！